让台湾的国家排名晋升到世界第二名。中华竞技啦啦队在世界啦啦队锦标赛当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高水平表现，并且是唯一能够连续十年与美国队同时保有世界前三名纪录的团队。期许来自台湾的孩子们未来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强劲队伍相互抗衡，赢得亮眼的成绩。首先由魏全龙队的 Dragon Beauties 用 Keep Fighting 带来开场。每一场尽全力去拼战，我突破胜利荣耀在我主场，世界出名人人在使用精神传承古老大义，都不屈不挠不轻易被击倒，我越战越勇越是勇猛顽强，全力出击拿下胜利，每一场战役场上可爱的国军人形弃偶，是由陆海空三军特别遴选30位国军优秀招募人才，一同参与国庆大会的演出。每个颜色服装代表着不同的军种与特色，绿色代表陆军忠诚，白色代表海军忠义，橘色代表空军忠勇。透过这次演出，展现国军能文能武的一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创作于1990年的《中华职棒之歌》，歌词当中展开勇猛的翅膀，迎上健康的前方，是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努力打造的理想国球目标。而这首歌后来也在军中传唱，并且被改编成为《亮岛之歌》。超萌的国军人形弃偶，常在国军人才招募等活动当中现身，热情动感的舞动，摆脱一般民众对军人严肃的刻板印象，让大人小孩都为他们疯狂。国军希望透过人形弃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打破国军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让民众认识国军，进而提升全民国防还有守护家园的共识。丰原区的艾伯特啦啦队以及中华竞技啦啦队进场。艾伯特啦啦队于2015年至2023年参加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的国小公开组，勇夺9连霸的冠军。2017年代表台湾前往美国佛州的奥兰多，参加世界中小学啦啦队锦标赛，赢得 Youth 10岁组的冠军，以及 Junior 12岁组的季军，让台湾的国家排名晋升到世界第二名。中华竞技啦啦队在世界啦啦队锦标赛当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高水平表现，并且是唯一能够连续十年与美国队同时保有世界前三名纪录的团队。竞技强调的就是团队合作的默契，以及每一位团员的肌耐力。我们知道，将来要有更亮眼的成绩，就必须要持续努力，纵使面对困难跟挑战，都要坚持下去，不轻言放弃。期许来自台湾的孩子们未来能在国际舞台上
与强劲队伍相互抗衡，赢得亮眼的成绩。现在是六支职棒球团所派出的啦啦队女孩进场，她们用球团主题应援曲为中华民国庆生，也为我们的国家加油。首先由魏全龙队的 Dragon Beauties 用 Keep Fighting 带来开场。桃园 Rock and Roll 用今年主题曲突破，祝福国家再次创造巅峰。每一场尽全力去拼战，我突破胜利荣耀在我主场。Rock and Roll 最强的大极限，我突破对手的防守线。乐天桃园面对强敌不退却，就在今天梦想实现。每一场有你在我身边，我突破，因为你是好队友。乐天桃园我称霸。红衣 Seven Eleven 师 Uni Girls 用坚持35年代表不离不弃的 Always Lions 献上祝福。紧接着中信兄弟 Patient Sisters 用主题曲晋级取胜，象征台湾在世界持续发光发热。过不去苦恼不轻易被击倒，我越战越勇，越是勇猛顽强，全力出击拿下胜利，每一场战役富邦悍将，富邦 Angels 献上 Go Stronger 为台湾加油，我们的国家将越来越强大。是永不退让的倔强，富邦悍将，开战时刻准备好全副武装，看我们梦想擦枪拿下胜利场。决战时刻的想象，自信的全力挥棒，顶级球声的响亮，看球飞过高墙。决战时刻他上场，强悍攻防无人挡，荣耀时刻的光芒王者模样，是我悍将。哦哦哦哦哦，最后是今年刚登上义军的台钢雄鹰 Wing Stars 带来主题曲敢冲敢拼，我们和全体国人一起迎接挑战。
现在国军人形弃偶准备向观礼台前挺进，中华竞技与艾伯特拉拉队以及中华职棒拉拉队的女孩们也准备就绪。这个节目结合了国军军事纪律、中职运动热情、竞技技巧和艾伯特青春活力，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传递融合和共融的讯息。国军人形弃偶是国军人才招募的利器，加上世界金牌的竞技啦啦队、美丽的职棒女孩啦啦队，还有可爱的艾伯特小朋友们，展现出无所畏惧、气势如虹的精神，各自散发出荣耀的光芒。出乎预料，你还要不要？You do need my energy. Rise up, 现在不可能温煦。Rise up, 已经答应我算计。Rise up, 满腔的足该回击。让我为你跳，让你向我要，就在这里跳，出乎预料。